谢不容，现在的年轻人玩说唱都是为了装酷，来点纯正的味儿还得是QQ 秀，今天这个主题就是 QQ 秀。现实现实吧，妹妹，人家这样不喜欢的。啊，我不要，现实这么痛苦，我要活在我的梦幻当中。因为我看不到，是啥？我只是没有办法，眼睛不看着他。好歹啊，真的真的会劈叉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我真的会劈叉。哇，哎呦，哦他妈痛，黑色是打底裤啊，可以表演个后空翻吗？后空翻这个技能还没有啊。可以贴墙一字吗？可以放什么？放你菠萝奶奶，我身高123，体重321，可以去你吗？你赶紧找个坟墓，你自己挖一下钻进去就好了。行了啊，差不多行了啊，咱们就这样收。今天蚂蚁学姐看不出来吗？今天我就坐在这吧，给我冷静一下，第一次穿这种衣服。蚂蚁学姐展现出场，不过我穿那个打底裤啊，防着你。我不知道还原的像不像啊，今天还带了一个他的美的。你就是那个自由人是吧？今天给老子受死！大家认准这个头像，这个头像就是那个自由人，我跟你讲，框到他就好不好？哎，牛逼！自由人是吧？嗯，自由人，哎，不很嚣张吗？嗯，不很嚣张吗？那自由人啊。家人们，今天的穿搭怎么样？今这个人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兄弟，你是在我直播间看着我直播吗？然而此时菠萝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后知后觉才发现这个就是抖音上狙击女主播的老六。臭老六，哎，你不喜欢电女主播吗？这个我表妹说的，明天我和我表妹一起啊，在我直播间让你电个臭，你敢来吗？你敢来吗？